This Chinese instrument that makes loud sounds may seem annoying, but it has its place in Chinese history. You can find it in movies about China, such as The Last Emperor and Red Sorghum. You'll also hear it today at village weddings and funerals in China. 唢呐它是中国比较传统的一个民间吹管乐器，就是婚丧嫁娶和户外喜事儿没有它不行。一是声音比较高昂喜庆，然后二可能是声音，因为声音比较响，就是在之前是没有音响这个东西的，就大家一听唢呐响了，哦哪家又办喜事儿了，就类似于这个感觉。 Meet Huan Yuan, a creator on Bilibili, a video platform in China that's similar to YouTube. He grew up in the famil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ians. Since 2019, he's been making videos of himself playing the suona. He's got nearly 3 million followers on Bilibili. 我是从11岁开始就已经开始接触了唢呐，就在我们那个地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乐器，而且在那个时候，唢呐手的收入相对比较可观吧，大概日结工资在300到500左右。His parents were hoping he would become the local suona player. 我觉得大家对唢呐会有印象还是有的，也包括我自己，我在做这个 UP主之前，我也以为这个唢呐只能是去搞传统的音乐，或者是民间的一些婚丧嫁娶的音乐。No one thought he would experiment with the 唢呐。19年的4月份，我在 B 站上看到一条视频，是用长号去演奏比较当下比较火的动漫的歌曲，我就想着用唢呐也试一下吧。当时什么都不懂，就 一边学剪辑软件，一边学录音软件，就这么懵懵的就把这个第一条视频给上传了。我为什么选择黑色头套这个造型？只是因为单纯的不想露脸。然后吹唢呐需要嘴巴有个洞，就是在屋子里随便翻一翻，看看哎这个耳机可以就一戴，这个形象就出来了。那改编的第一步就是先确定歌曲，我会先把它拖到软件里面看一下它是 什么调式，也就是我们说的key。定完key之后，我就找一些谱子，找不到的话就自己听着录呗。选完曲之后，就会琢磨着怎么去把它改变成唢呐曲了。如果这个曲子的就风格比较高啊，那我会选择用高音的唢呐。三、二、一，再来一遍。 就开头一定要对上。如果曲子比较低沉或者比较动感，你像一些有就是有很重的古典之类的东西，就会选我会选择用低音的唢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首曲子它很搞，如果它是一个适合用低音唢呐演奏的很搞的曲子的话，我会选择用高音的唢呐去，因为这样一冲突就会使这首曲子显得更搞。 它其实你看着这些唢呐，它都差不多，实际上是每一个都有很大的差距，就比较稍微悲一点，是吧？这个就很喜庆，我吹同样的曲子。 唢呐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应该是学鸟叫了，也就是大家多少听过那个《百鸟朝凤》这个词，也就是唢呐的名曲。它里面最出众的地方，也就是用唢呐模仿各种鸟叫。印象最深的一条评论，想用这条曲子
做闹铃，就是醒了就当迎接美好的一天，醒不来就当自己送自己一程。但是其实大家玩我挺开心的，玩梗证明大家在乎这个乐器，如果大家不在乎，那梗都懒得玩，我都懒得打那几个字去给你发。之前从来不敢想象自己能走到这一步，就有一些伙伴也会私信我问说新手啊，或者新手选什么唢呐好，或者是怎么去学唢呐，这还挺开心的，竟然会有人为了就看我的视频去学唢呐，哪怕是他觉得唢呐搞笑或者是好玩，那可以，只要他能去上手，那也就证明他也是在玩这个传统乐器了。